大家好，我是小村，今天给大家讲挪威第六版纸钞末版纪念钞。为了纪念挪威第六版纸钞的最后一个版别的发行，挪威央行联合挪威皇家造币厂，于上世纪90年代末，分别发行了50克朗和100克朗的币钞纪念册，其中50克朗版本的发行量为8200册。纪念册的钞票与普通流通版本的最大区别是反白黑底序列号，而非大家常见的凸印黑色序列号。这种序列号的应用方式非常独特，截止今日，我也仅在这套挪威克朗上见过。其10位序列号的前6个数字代表纪念册的发行日期，后4个数字为真正意义上的序列号。经过近30年的沉淀，这对挪威第六版50克朗和100克朗纪念册也较难配全。好，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片面设计。正面左侧是奥斯孟德·乌拉夫松文野，他是挪威诗人。新闻工作者，创作过一些挪威文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抒情诗。此外，文耶作为用新挪威文字写作的先驱，而为挪威人所熟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。背面是创作于12世纪的挪威许勒斯塔木板教堂门板木雕，刻画了北欧英雄西格德杀死法天纳隆的场景。然后，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册子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么个册子，正面是这个样。然后打开以后，是这个样子，有硬币，然后还有说明文字，然后这个部分放那个纪念钞，然后写的介绍，然后背面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么个册子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